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9月17日，包括北京大学、北京交大、复旦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在内的18所高校校友会，携手 TCFA 全美华人金融协会和世界银行等 DC 知名机构，共同举办了2016年梅竹松野餐聚会和校友联合会。清华大学在哪里？复旦大学。我们每年呢，在秋天的时候，9月份、10月份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举办那个这个迎新的野餐活动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来，就非常高兴。我们筹办了大概从5月份以来筹办了很多个月了，然后在这之前有很多运动会比赛，比如说80分比赛也是我们交大筹办的，还有排球赛、乒乓球赛等。所以说我们是投入了很多心血的啊，觉得超级温暖，然后好多我们学校的老梗啊什么的，大家一说都超级嗨。今年的校友会在绿荫环抱、空气清新的 Cabinjong Regional Park 举行，现场来了上千位校友、朋友和家人。活动上不仅有烧烤和各种美食，还有丰富的比赛，其中以拔河最为热烈，群情高昂，欢呼声、呐喊声不绝于耳。活动的最后，各大校友会的会长也不忘通过我们 Vista 的镜头向即将来到美国的校友们传达了问候，希望把这个校友会作为北大校友的另外一个家。在美国，你说你要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说只要跟校友会联系，我们会尽所有的力量来帮助大家。就我建议学金融的学生呢，可以多出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然后参加多认识点人，然后了解一下行业的资讯，然后认识各行各业的朋友。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出来交流，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关系和帮助，师兄师姐的帮助。希望所有我们清华的学弟学妹们，包括以前的我的学长、师兄、学姐们，都尽快加入到我们清华大家庭来，在他们的学业上或者甚至是工作上做一些指导，就让大家让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少走一些弯路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此次活动在校友们的欢声笑语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，我们也开始期待明年的校友会将会越办越好。更多相关消息，请您关注 Vista 的公众账号。我是 Vista 的记者 Ivy， 在马里兰为您发来报道。